有怀波浪剑，全知的真实。波老怀波浪剑，全知的真实。自尊自美，又自善，直到永远。金钟暂步座前，赞你心一生。唯独耶和华是真神，信靠主才有确据，除他以外并无别神，也无别的真拯救。我主我信必定带领，带领我们进天堂。我主我信必定带领，带领我们进天堂。Thank you.
中立。奉三一真神之名，呼召众圣徒同来敬拜赞美上主。我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主。此礼祷告。威严信实的主啊，你以威严为衣，以能力束腰，世界就坚定不移。你的宝座自古就立定，你从亘古就存在。耶和华啊，你的法度极为确定，你所说的你必然成就。愿你悦纳我们对你的尊崇和歌颂、感恩和奉献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中座。愿尊贵荣耀归给万世的君王，就是那不朽坏、人不能见、独一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愿尊贵荣耀归给万世的君王，就是那不朽坏、人不能见、独一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愿尊贵荣耀归给万世的君王，就是那不朽坏、人不能见、独一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不朽坏、不能见、全知的真神，不朽坏、不能见、全知的真神，自尊自美又自善，直到永远。金钟暂步座前，赞美三一神。不朽坏、不能见、全知的真神，不朽坏、不能见、全知的真神，自尊自美又自善，直到永远。金钟暂步座前，赞美三一神。不朽坏、不能见、全知的真神，不朽坏、不能见、全知的真神，自尊自美又自善，直到永远。金钟暂步座前，赞美三一神。不朽坏、不能见、全知的真神，不朽坏、不能见、全知的真神，自尊自美又自善，直到永远。金钟暂步座前，赞美三一神。不朽坏、不能
望见全知的真神，波浪怀波浪见全知的真神，自尊自美又自善，直到永远。金钟暂步座前，赞美心一生。中立。十戒：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跪拜偶像，不可妄称神的名，当守圣安息日，当孝敬父母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心。认罪祷告。满有慈怜的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们，按你的慈悲涂抹我们的过犯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宣告赦罪。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，就不被定罪了。宣认信仰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
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门。公祷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众座。万物都是从你而来，我们把从你而得地献给你。万物都是从你而来，我们把从你而得地献给你。万物都是从你而来，我们把从你而得地献给你。阿门。奉献祷告。救赎我们又招聚我们的神啊，我们把当立的送入神家中，使神家有粮，求你悦纳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海德堡要理。主日廿二，神的救恩。身体复活和永生。海德堡要理问答57-58。问57，身体复活这则信念带给你什么安慰呢？答：不仅我的灵魂于今生结束后，立刻被带到元首基督那里，也在末日，连我的身体也要因基督的权能复活过来，并改变为荣耀的身体，与基督相似。而复活的身体再次与我的灵魂结合起来。问58，永生，这则信念带给你什么安慰呢？答：既然我现在已从心里经历那永恒福乐，于今生结束后也确实得到那完全的福乐，这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
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福乐，我在其中要永远赞你神。诵读经文，同诵五月份主题经文，启示录七章九至十二节。这些事以后，我观看，见有一大群人，没有人能数得过来，是从各邦国、各支派、各民族、各方言来的。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羊羔面前，身穿白袍，手里拿着棕树枝。他们大声呼喊说：愿救恩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给羊羔。所有的天使都站在宝座、众长老和四活物的四周。他们在宝座前面伏在地上敬拜神，说：阿门！愿颂赞、荣耀、智慧、感谢、尊贵、权能、力量都归给我们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赞美祷告和求主光照。耶和华哦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尊崇你，称谢你的名，因为你以信实真诚作了奇妙的事，就是你远古以前所计划的事。你的手造了我们，建立了我们，求你使我们有悟性，可以学习你的命令。耶和华哦，你的话传到永远，建立在天上，你的信实传到万代，你建立了地，地就长存，天地照你的安排传到今日，因为万有都是你的仆役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Thank you.
耶和华是神，这个是以利亚先知的名字的意思，亦都是向人宣讲的内容。他向拜偶像的亚哈和众民宣告，唯独耶和华是真神，除他以外别无真神。你们不可以三心两意兼拜假神的，反而要以一心一意敬拜独一真神。而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神自己与子民立约的名字来的。至于我如果是心知心信耶和华是神是王是主的话，会有什么相关的信念和生活呢？愿神赐我们悟性和智慧去明白列王纪上十七至十九章的内容。第一，当时神为什么要定义降下旱灾呢？列王纪上十七章一节是这样记载的，神藉着以利亚向亚哈王宣告，神定义降下旱灾几年之久的。这节经文是这样讲，提斯比人以利亚就是从基列的提斯比来的先知，对亚哈说，我指着我所侍奉永活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，这几年若是没有我的命令，天必不降露也不下雨。为什么神要降下旱灾的呢？因为这个是悖约的惩罚，就是他们不以耶和华是神，以其他的假神为神。其实神在立约的时候已经提醒他们，背道者必得种种的咒诅，其中一种就是旱灾带来的饥荒。正如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至十四节是这样讲的，但是如果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命令的时候，谨守神一切一切的吩咐的时候，就会有不同的灾难，又或必用痨病、热病、炎症、疟疾、干旱、旱风和梅难打击你，他们必追赶你，直到你灭亡。你头上的天必变成铜，你脚下的地必变成铁。耶和华必使你地上的雨水变为沙尘，从天上到你身上被消灭。以色列民背道的事情是这样的，早已发生在南北国分裂的之后，在第一任的皇帝耶罗波安第一世，因为政治的理由将北国以色列带进拜金牛犊的罪，直到第八个皇帝亚哈去跟那个拜异教的耶洗别集婚之后，就引进假男神巴力和假女神阿舍拉成为皇室宗教，还大力推行全民在拜这些假偶像，还迫害真神先知添。所以背道者必然得到咒诅。应用于今天的信徒，如果同非信徒集婚，他的信仰必定是受到坏影响的。这个人如果是兼拜真神的话，就不会背叛神的旨意同非信徒集婚啦，是不是？如果我是这样，如何是好呢？还有应用于今天的教会，如果教会是以人为本，以你为本，就会一定渗入假道假神的了。如果我教会是这样说，哎呀，如何是好呢？至于以利亚列王纪上十七章二到十六节是记载，在旱灾期间，神吩咐他先后去到两道的地方，透过神迹赐给他每日的粮食。至于我，至于你，如果每日是没有缺粮缺水的时候，哎呀，就要多大大地感谢神啊，更加应该以圣经所启示的神为神。讲回亚啦，时间过得好快好快好快，转眼就三年了。神又吩咐他去找亚哈，叫亚哈安排850个假先知在加密山上跟以利亚一个先知对峙。
第二，神点解安排呢场加密山对峙嘅呢？列王纪上十八章十七至十节记载呢场加密山对峙嘅事前安排。经文系咁样讲嘅，阿哈一睇到以利亚就问佢啦，俾以色列惹麻烦嘅呢个人就系你啦。以利亚就答翻佢啦，俾以色列惹麻烦嘅唔系我，而系你同埋你嘅父家，因为你哋离弃咗耶和华诫命。又去随从巴力，而家你要派人去召集以色列众人同埋四百五十个巴力先知，同埋耶洗供养嘅四百个阿舍拉嘅先知，都上加密山嚟见我。于是阿哈就派人召集众以色列人嘅同埋众先知上到呢个加密山啦。神点解要安排呢场真假先知对峙呢？就是展示耶和华是神。正如以利亚在山上劝众民这样说，你们三心两意到几时啊？如果耶和华是神，你们就应当随从耶和华啦，是不是？如果巴力是神的话，你们就应该随从巴力。即是说，这是涉及知、情、智三方面的。在理智方面，确实知道所信的对象是圣经所启示的真神，不是自己构想的糊里糊涂的假神。至于我，如果不是恒常认识学习圣经真理的话，就难以认识正式圣经所启示的神和他的旨意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怎么算呢？在情感方面，就是真心真意真诚地去敬拜真神。至于我是不是假情假意假心去敬拜这个真神的呢？哎呀，如果是这样就死了。在立志方面是定义的敬拜独一真神，不是再兼拜金钱和偶像等等。如果我是假拜真神的话，又怎样算呢？讲回加密山的对峙了。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二至十四节是这样记载的，以利亚百五十个假先知约定以火降落那些祭肉为证，这以指示耶和华还是是巴力是真神。哦，对于这群假先知来讲，他一定答应啦，因为他们不信巴力就是雷军闪电暴雨的神，他们认为巴力的闪电可以使那些祭肉烧着来。不过事实不是这样，他们狂呼乱叫已经几个钟头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所以以利亚就耻笑他们，他们的神现在在那里睡觉、啊、好忙碌，或者去了旅行，搞到这班假先知呢以自残的方式再继续进行了，但到最终都是没有果效的。好了，到了下午三点钟，就是以色列人献晚祭的时候，以利亚就叫停他们，他取了十二块石头，藉此表达南北角十二个招牌。其后以利亚奉命来用这些石头建筑一座坛，在其上呢就摆好那些祭肉，就吩咐人倒水倒水再倒水，总言之搞到整个坛和那祭肉呢就湿晒之余呢，那水呢就满泻晒、哦。之后以利亚就这样祷告了，阿伯拉罕以撒以撒以色列的耶和华，求你今日使人家知道你自己在以色列中是神，我是你的仆人，也是奉你自己命令做这一切一切的事的。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啦，应允我啦，使到呢班人民知道你耶和华系神，又知道你使到佢哋回心转意嘅。以利亚真系好想呢群背道者知道耶和华系神，能够回归喺呢个真神里边。至于我系咪已经回归真神呢？祷告之后，耶和华降下大火烧晒啲祭肉、哦。亦都烧尽沟渠嗰啲水，哇！啲人睇到啊，往上十八三十九节系咁样记载嘅，佢哋即刻念伏于地咁讲啦，耶和华系神，耶和华系神。接住以利亚处死咗嗰啲假先知，点解咁样做？因为当时仲系神治嘅国家，呢个系民事律之一嚟嘅。在申命记十三章一至五至十三至十八节，应用于今日教会要赶走嗰啲传假道嘅人。如果你教会容许那些人公开传假道、传异端，那就惨了。再跟着神降下大雨下来，
而一刻亲自目睹呢个加密山嘅一切，佢心仲唔归正、哦。如果我系咁样样就惨咯。佢仲容让耶洗别追杀以利亚。以利亚则知道呢个追杀令之后，即刻变成一个绝望者啊！第三，以利亚点解顿时变成一个绝望者呢？哦，因为佢冇坚信耶和华是神，因为呢个逼到埋身嘅追杀令，佢感觉到呢场加密山嘅大战，其实一切嘅战绩都化为乌有啦。佢感到恶人耶洗别仍然掌权，真先知被杀等等。列王纪上十九章三至二十一节系咁样记载嘅。以利亚一直逃跑，离开了北国，跑到去别士巴，又将自己的仆人在那里放低了，自己又再跑跑跑跑跑跑跑一日跑一日的旷野路，走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在那里做什么？竟然求死啊！不过神没有答应他，神好爱他，没有责备他小信，反而藉天使先后两次给他水，给他饼，又给他沉睡，再跟就要他走四十日的路程，走到何烈山。这个山其实就是西奈山来的，是摩西领受圣言和使命的地方。以利亚求死的原因，他感觉到自己不及得他的列祖那么好，这个意指他的侍奉果效比不上他们，特别是对比摩西的话，其实这个想法是错的。因为如果他坚信耶和华是神，就应该尊重神的主权啦，要顺服他在不同的时间使用不同的人物，达成不同的预设目的。举例，依整个救赎历史，圣父绝对不是以加勒山的威荣来使到全人类归正的，而是靠圣子在加勒山的牺牲来成就救赎大功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他感到自己极其孤单啊，剩得佢一个真先知仲未死，不过佢只系夸张自己嘅处境啫。其实佢之前都知道嗰、那个仆人已经留咗100个真先知噶啦，不过佢嘅情绪高涨，所以乜嘢都唔知道，净知道自己一个人。不过神喺何烈山藉住大风火焰。做到一个前奏，最后佢以微声同以利亚讲嘢啦。其中一件事就系佢讲俾佢听，自己为自己留下咗7000个忠心信徒。至于我有冇将神睇得太细太细太细，将自己睇得太大太大太大，尤其是将自己嘅难处睇得极大极大极大呢？无论点样，神仍然使用呢个绝望者，俾佢最后嘅任命。第四，神给以利亚最后的任命是为了什么目的的呢？哦，原来是为了灭绝阿哈全家和找一个以利亚的接班人。列王纪上19章15至17节是这样记载的，神吩咐他去稿立3个人，为了灭绝阿哈全家呢，神要藉先知去稿立哈薛作阿兰王，其实是外邦的皇帝来的，耶户作以色列王。不过最后真是稿立这两个人不是以利亚，是以利沙的仆人来的。而以利亚呢，就只是稿立了以利沙作为他自己的接班人。王上19:19至21节是这样记载的，在旧约神不断使用先知不断传讲他自己渐进式的启示，而旧约最后一个先知呢，就是施洗约翰。
佢就系马拉基书所预言嘅嗰位将要来嘅以利亚。两个相同嘅心智同埋能力，喺衣着方面亦都差唔多相同嘅。而摩西所预言嗰位比佢更伟大嘅先知咧，就系基督，生命记十八章十五八至十九节。而希伯来书一章一至二节上半节系咁讲嘅：神在古时候曾经多次用种种方法，藉着先知向我哋嘅祖先讲说话，但系喺呢个末后嘅日子，就净系藉住佢嘅儿子向我哋讲话啦。即系话佢嘅儿，即系话圣子系一个终极嘅启示啦。仲有基督第一次离世嘅时候，系成就咗加略山嘅牺牲，而唔系加密山嘅烈火。但系所有背叛嘅人必然得到终审之后嘅地狱烈火，而呢个地狱嘅烈火咧系永远唔会消灭嘅。所以属神嘅人就应该以耶和华是神。我系咪咁样呢？耶和华是神，这个是真信徒的宣认、宣讲、宣扬的信念。主你，只要我是不是这样去宣认、宣讲、宣扬的呢？愿荣耀颂赞归于三一真神，阿们。回应祷告，我们的王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啊，唯独你才是真神，是我们宣认、宣讲和宣扬的信念。我们愿意以你作为我们信仰的对象，我们愿意信服你的主权安排，无论是怎样，我们都愿意跟从你。我们愿意唯独敬拜、敬重、敬畏你，我们愿意靠着圣子的牺牲救赎，进到你自己面前，得享天堂的永福。真心多谢你啊！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回应诗歌，唯独耶和华是真神，信靠主才有确据。除他以外，并无别神，也无别的真拯救。我主，我信必定带领，带领我们进天堂。我主，我信必定带领，带领我们进天堂。唯独耶和华是真神，信靠主才有确据。除他以外，并无别神，也无别的真拯救。我主，我信必定带领，带领我们进天堂。我主，我神必定带领，带领我们进天堂。唯独耶和华是真神，信靠主才有确据。除他以外，并无别神，也无别的真拯救。我主，我信必定带领，
带领我们进天堂。我主我神必定带领带领我们进天堂。种立筑土，愿因为怜悯平安，从圣父圣子圣灵在真理和爱中与我们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阿们。三一众，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三一真神。起初这样，现在这样，以后也这样，永无穷尽。阿门。众座